洛璃。瞧一下，谢洛璃上的爱的烟火。Hello 屏东 ，Hello 包子 ，Hello 沙鹿 ，Hello 阿北，谢谢分享直播 ，Hello 微积分 ，Hello 阿神 ，Hello 姚茉莉 ，Hello 野兔 ，Hello 原来 ，Hello 耳朵，哦，谢谢不长节省浪漫星空，谢谢，哦，又有，谢谢以上的浪漫星空，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红玫瑰。在这个世界依旧平凡到做伪装，我们都安分守己，想着老了该怎么办，我们都不够善良。谢谢牧场节送的好多浪漫星空，谢谢谢谢维基翻送的红玫瑰，谢谢原来有分享直播 Hello Seven。 我就问那天为什么穿他的圣诞礼，没有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个规定，就是彩排的时候就是不能穿黑色的衣服，对，然后其实很想要穿肉肉的圣诞 T， 但肉肉的是黑色的，你知道吗？然后说好吧，然后我又不想要穿自己的，所以我就只好穿了栗子的，因为栗子是白色的，就只好穿他的。那没想到到公司的时候，他还跟我穿一样的，疯了，下属。因为彩排的时候，如果你穿黑色的衣服，老师就没办法看得清楚，对，对，因为屋美也黑黑的啊。通常呢，演唱会场地都嘛是黑黑的，所以就是不要穿黑色衣服比较好。Hello， 谢谢分享直播。Hello， 欧比王铁送的枫叶。谢沙鲁成为我的粉丝团会员，继续续费，谢谢你。谢阿凯送的梦幻星座，我觉得这是同曝光啊。我不想要给大家看到，然后想说我就是反着走，就李佳丽把我强行转过来。Hello， 人好，谢谢分享直播间，谢阿凯，谢谢原来送的枫叶，午安午安，谢谢北原送的爱的烟火 ，Hello， 谢谢368196送的枫叶，做今天很白，因为衣服穿黑色的关系。Hello， 坤坤，谢谢晴天送的爱的烟火，谢谢萨卡送的红玫瑰。对，一身黑。Hello， 干妈，早安早安。今天对你讲不是，是因为今天是穿黑色的衣服，然后让 Life 他会帮你补光，大概是这样。哦，发尾的颜色其实一直都是蛮浅的，因为之前染的，然后有染深，但是也会退，所以就慢慢的，就像上面的这一段吧，几乎都是我自己的发色，这是我的发色，然后慢慢的退下。谢谢分享直播 ，Hello 公大气点送的普通抱抱，谢谢洛克送的爱的烟火。谢谢 MJ 送的星座浪宝，为什么要双马尾？好不顺便了，好奇怪，完全没有理由。Hello， 对，握手会第三部已经卖完了，非常恭，这是非常感谢，就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想到会达成，哦，谢谢公大送的闪亮闪亮，闪亮星闪亮星闪亮闪亮，午安午安，阿恩你好，谢谢玉安送的枫叶，
谢谢阿翔送的浪漫星空，对，很开心哎。昨天回公司的时候，姐姐讲的说你要加布吗？我说什么东西？卖完了吗？她说对啊。我说不加不行吧？不加不行吧？离截止，离截止应该好像还很远。如果不加的话，这样是不是很怪？我说好像是呢。那就加吧。但是他没有跟我说大概什么时候要加，所以他只是先跟我讲已经卖完了，对，他就开玩笑的，我说不加不行吧，我觉得很好笑。Hello， 谢谢陈总的浪啊星座浪宝，可能就是开玩笑问一下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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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为我昨天有在公司这样，然后因为录完那个大热门之后回来，因为其实大热门录算蛮久的，所以回去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卖完，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卖完的，然后他就刚好问我这样，开玩笑的问，反正加不加也不是我们在决定的，他们也只是听听而已。谢谢小薰送的 Pop Cat， 谢谢雪呆爸送的浪漫星空，谢谢 Alex Lee 送的爱的烟火。谢谢刚刚送的扣星座打扣加520，我不可能发布了，太不可能啦，那是野望。谢谢何言送的星座浪宝 ，Hello Jack。昨天很闪亮，对啊，昨天穿的是运动会的那个服装，真的是闪亮闪亮。我们是闪亮三姐妹，闪亮背板。午安午安 ，Hello Hello。头发长长了，对啊。星期六晚上12点哦，晚上12点了，哎呦，这么早吗？哦，谢谢洛里上的乔比特抱抱，这可爱。嘿嘿，嘿嘿。好可爱哦，这个喜欢这个丘比特抱抱，这是熊熊版的丘比特。Hello，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加台，我就是还没想好要穿什么衣服，还是就是不是一二部连在一起，我不知道第四部卡在哪儿。我问一下，你旁边是阿力跟易云，可以偷瞄吗？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因为怎么讲，我们在看那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大家有看那个直播的话，哦，好可爱！谢谢在班上的粉星星哦，还有草莓奖上的红星星，谢谢阿皮亚上的爱的烟火，谢谢，谢谢海豚上的爱的烟火。那时候是在那个，我们是还有三层，然后我们是在最上面那一层，然后我们要看那个题目，其实那个题目离我们有点远，所以我很认真在看题目，你知道吗？我想偷瞄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连题目都还没有看清楚，那题目是什么的？因为要这样子往下看嘛，所以它其实有点并不是这么的大这样。最后我已经要开始要作答了，已经要先答案了，我还在那边到底是哪一个啊，我还在看到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好像我近视太深吗还是怎样。好难哦题目，大家就是等那个开播的时候可以去看，我真的觉得太难了太难了。我希望我不要看起来很像在偷看别人，但我是在看题目，因为实在是太难了。对，是个荒诶。谢谢阿翔送的浪漫星空。
所以今天送的年度选票。我唯一就是在祈祷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嘴巴会张开，所以我希望这个画面不要被拍到，因为所以我会这样子，那我会这样子，很微放空这样。我希望这画面不要被拍到，拍到的话竟然是远的，不要是近的 tag 我，我会很丑。那是苦恼，那是苦恼，苦恼跟那个思考不一样，很纠结的时候才会那个这样子，这样那不太一样，是有答案才会纠结，那时连看都没看清楚，这样怎么会连纠结的时间都还没有？啊，谢谢晴天续费我的粉丝团会员，谢谢。那是纠结。谢谢雪带八送的爱心蜜糖。不太一样，我连题目都还没看清楚，连纠结的本钱都没有，不行不行。谢谢张白蜡上的带我去流浪，谢谢谢谢小叶分享直播 ，Hello Hello。在吃那个什么泰国有一个什么还魂梅嘛，那个梅子的那个，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它酸酸的。我喜欢吃酸的东西，从小就喜欢吃酸的。Hello， Hello 小布丁 ，Hello 汉娜比 ，Hello 整轮。希望节目播出，我们看起来不会太笨。那时候姐姐说我们三个的时候，我想说你确定吗？姐姐确定吗？你要确定哦，不好说。怎么会是我们三个呢？她说啊，因为其他节目聪明的已经去其他节目。我说啊，难怪是我们三个，难怪，我觉得很好笑，很好笑，很好笑。为什么要失魂落魄？午安午安 ，Hello Lily， 谢谢你送的星座浪包。不是，因为其实它是考虑是什么娱乐圈的大小事，真的对我们来说，有时候真的很低调的东西，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不给他彩带，可是他不在我正前方啊，我没办法啊。而且我其实想丢正前方，但我还是丢偏了，而且然后就往左边了，好吧。因为我想丢前面，这样子我才不会这样对人家唱，这样唱比较合理。然后可是我是歪了，我就好吧。哎，谢谢分享直播 ，Hello 朱琳的神推，神推朱琳的。神推出你的粉丝，彩蛋真的超不受控的，很难啊。反正有可以去节目宣传，那就好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拿到就是有没有晋级啊，或拿到钱啊，什么什么的，不是重点。我宣传活动，因为我是真的是觉得拿不到钱了，有宣传就可以了，然后蹭个便当。有宣传，然后蹭便当，变成是心无大志哎。拿到钱不可能呐、啊，因为他那个其实没有分年代，你知道吗？那是没有在分年代的，所以你真的是不可能，有些题目你不可能会知道。那些艺人可能你现在可能就是你要非常非常了解演艺圈，你可能才会了解的。对，便当好吃吗？什么口味？是那种健康便当，就是那种夏威夷的那个 poco， 叫什么 poco， 那个就是拌饭，
谢谢勇哥送的告白气球。说过了，我承认都错过了。跟公园便当比，你要吃哪一个？哦，我要吃大热门的。不是，因为那个是很就是很清淡的，我比较喜欢吃那个清淡的东西。对，因为我们便当都是比较就是比较正常一点，就是不是那种清淡的类型。每次去大热门都觉得我去蹭吃的，因为姐姐人很好的，小便当啊，就这样。哦，不是油腻，就是普通的便当。可是对我来说就是会比较油，因为我平常吃的真的是很清淡，所以有时候吃一些便当会觉得有点受不了。对，就是正常的便当嘛。对。公园前会吃便当吗？除非很饿，不然的话不太会吃。对，我就问姐姐说：“姐姐不好意思，我可以不要拿吗？”因为我现在真的吃不下。因为你吃不下，假如你真的吃了几口，这样子那个东西就是它不是个完整，它就等同于那是厨余，所以你干脆就是都不要动，然后看有没有人要带回家，你懂吗？不行的，不行。外食真的很难清淡啊，没办法。对，哦，你获得了白马王子，不一样的王子殿下，虽然帅不是第一印象，嘟嘟。公司午餐可以吃福盛庭猪排，你太棒了吧！吃个便当油光闪闪，都不用擦唇蜜，因为上次的便当好像是那个烧腊的那种类型。对，但说他们说那个肉很好吃，但我想说我不能只把那个肉吃掉，这样感觉很有点缺德。就吃那个最贵，然后都不吃，然后算了算了，不要这样。哦，今天的口红吗？今天口红是别的，就是桃红色，它其实蛮珊瑚色，就是有点橘橘红红的，有点难解释。以后彩带换成便当吗？噔噔噔噔噔，一分钟还行的住宿怎么样？那丢回去，一分钟还行的住宿。我是在北车前面发食物，是不是很奇怪？不行吧？我喜欢，如果是便当类的话，我都会吃那个鸡肉。对，我不太喜欢吃其他的，因为觉得太油。对，放饭了。保养品都会用很高级吗？不会耶。对，我不会用很高级的。对，真犯傻。谢谢分享直播。鱼排吗？鱼排的话要看呢，如果是不是那种炸的，然后或者是那种蒲烧的，我可能就会吃。但如果是这两个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吃，对，因为一个太油，一个太口味太重，不太喜欢。鸡皮怎么办？鸡皮看它是怎么样子，鸡皮如果它真的太那个油脂层有点太厚，就是缺乏运动的话，可能就把它挑掉。对。但我很少知道，就是很少，应该说很少看到鱼不是用炸的跟那种蒲烧那种东西去做，所以不太会吃到鱼类。
对。但今天可应该就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比较少点这种类型的东西，鱼类的。对，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你就吃炸的这样，所以我不太会吃。听起来我超挑的。早上你为什么到你了？怎么了？这个喝水有用吗？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少有胃食道逆流的一个情况。要不要吃个什么胃药？我们没有这个金鱼的选项，我们没有这选项。炸的最方便，对啦，但是我就是不喜欢，我就不喜欢啊。喝咖啡，吃甜食，为什么是吃咖啡？咦，在公司没有要，同事应该会有吧，总会有一个人有，有可能要问问看。你喝奶茶吃蛋饼耶？我不知道，喝奶茶吃蛋饼会不会胃食道逆流？我不知道哎。Hello， 九九，怕胖？不是，我就是没有到会特别想要去吃炸的，对，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吃。谢谢分享直播，炸蔬菜呢也还好，就是不太会想吃，对。然后没朋友，我说同事。很少吃素食，对，超少，就是吃什么麦当劳、肯德基那种，就是如果麦当劳早餐的话还是会吃，但它的那种普通的餐点，就我。不太记得什么时候吃过了，对对。肯德基的话，我还记得是那个之前因为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居家防疫有吃过一次，对，因为突然很想吃，因为广告一直推给我，就受不了，只好点了。对，谢谢史黛拉真的爱的小熊。我觉得松饼很好吃，它的松饼，所以。麦当劳的，所以我如果要吃麦当劳的话，我都会吃他早餐。我都会自己煮，就是我们家就是有一种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因为自己吃，你不可能煮的什么很丰盛啊，有的没有的，所以就青菜烫一烫，然后肉可能就。有鸡胸肉或者其他的，就随便水煮一下，或者是加点盐巴煎煎就结束了。通常都是这样吃的，对。就是一个人吃的话，因为其实就是我跟我姐，然后我跟我姐也吃不多，所以我们就吃有饱就好，然后再吃水果。我们会留一个肚子的部分是吃水果。我们对我们来说，水果比较重要，你知道吗？水果等于正餐。我们家就是我们很喜欢吃水果，对。Hello， 谢谢追踪。一眼目冬送的爱莲英红。对啊，小番茄，很喜欢吃小番茄。我不太吃饭，因为自己煮饭的话很麻烦，对，而且我们家没有电锅，所以不太会想要吃什么白饭之类的，是也是怕麻烦啊。现在想送的 pop cat， 真的，因为是搬出去住，你不可能煮得很丰盛什么的，对啊，在家里的话就可能就是什么都有。
你叫幸运七七吗？你好，日野通的枫叶，我也叫七七哦。都要吃水果吗？就几乎就是没有吃到的话，我会特别的想吃，特别的渴望。我家没有地方可以放电锅。谢追踪。所以有时候去公司，如果公司就是应该说去节目，然后有便当的话，就觉得很方便，就是回去就不用想要吃什么。然后有时候真的太懒，就是想说啊，吃洗洗水果当晚餐吃就好了。这是一个太懒的人。什么？为什么要打？不幸运？为什么？很痒？为什么说不痒？越来越曝光。好哦，许大家拜拜，出门注意安全。谢钟颖送的我来签到。最近真的是算过得蛮充实的日子。西湖。接下来班导杀上来。好，认真上课。谢谢柠檬送的梦幻星座哦，因为年底了，也算是要准备蛮多东西的，像礼拜日有赤身躁动，就是在台中的那个音乐节，算是乐团吗？还是什么？是一个算是演唱会音乐季的类似那一种，对，那原本应该是在户外，他们历年来的。然后再来的话是，25号的时候是会是在桃园流行音乐露天音，对对吧？太长了对吧？这是在桃园的阳光剧场开幕的活动，然后我们的成员都会参加。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看看我们。如果说。算是一个，如果你们圣诞节没有人，就是可能没有人找你们出门的话，说不定可以来找我们呢、啊。对，可以来找我们。阳光剧场的开幕。全员呐、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应该说以前都是会那种开玩笑说，怎么可能会有商演或者是节目把我们所有人都邀过去这样，而且哦现在有了，这种话真的不能说太多。但我觉得如果以后那边就是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就可以找我们，我们人多热闹哦。我觉得桃园那个就叫那个不是公演了，那就不是公演了。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大吗？他说那个地方可以容纳15000人吗？好像是15000。实在是太夸张，哎、欸，15000，小巨蛋是9000啊，我记得。15000太浮夸了，呵呵。工作加油，月度。场地资讯。
感觉就是一个很可以很办很多那种演唱会活动的地方。它的舞台规划区也蛮大，蛮大的，然后很容纳1500人。对，感觉就是那种之前大家都会在什么桃园棒球场开，就是这样。上次我们去那个拉米狗的那个棒，不是拉米狗，不是 Rock Tender， 拉米狗是之前。老布天的那个棒球场那边，然后不是开演唱会嘛？感觉现在就可以来这边开演唱会，这边超大哎、欸。因为这边的住户比较少一点，应该就是比较不会吵到这么多人，不会吵到这么多人，你懂吗？那住户都在另外一区，这边就还好，还在规划，看起来是啊。那个五百万的爱的烟火，谢谢明明送的追踪，谢谢。嗯，送的追踪，谢谢你的追踪。可以三天三夜，对，可以这样说，很好笑。我们去桃园展演中心表演，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从我家出发吗？不然就是要先到公司，然后再去桃园表演，再回公司，这样我就想说，还是可以直接回家。应该不行。现在别人想说的爱的烟火 ，Hello 耳机夹，阿丽表示很多成员应该表示最近算蛮多活动，大家就可以整理一下行程，大家就是你知道，揪一下伙伴一起去。Hello， 冠我眼中的红玫瑰，谢谢。哎呦，对，充个电。原来好久没看到他了耶，感觉真的工作蛮忙的，但还不错啦。我觉得能忙工作都是幸福的。桃园展览中心离你家很近，走路就会到，走路就会到，真的太近了吧？可是要看你的能耐，就是看你能走多远。因为任何地方应该可以算是走路都可以到的。谢谢追踪。公演可以顺便回家吗？不知道，如果可以就好了。妈妈来载我，这样我们那个停车场见。你明天期末考哦？这么快期末了吗？考试加油呢，在本岛上走都走得到，真的。还有那个我在我高中的时候，那天是校庆，然后我同学吗？就是我朋友，就是他说他想要从家里走到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很远嘛，所以在平镇，然后他是住在就是好像我他是住在内坜，内坜在靠桃园一点的地方这样子。他说他要走，结果我已经9点了，还没有看到他的人，你知道吗？他好像是从，好像从五点，他说他5点开始走，然后慢慢走到学校，然后9点还没看到人，超好笑。所以真的只是要有心啦，然后时间要再抓一下，迟到了同学。我想想，因为我其实有点忘记位置，好像还没有到桃园医院。还是到了，好像在后面一点，不知道了，因为我
为我对那个距离推估有点越来越忘记了，太久没走那个中山路，应该是中山路嘛，中正是直的嘛，应该是中山路，啊，是吗？这真的是那太久太久没回家，路名都不会记了，你知道吗？而且每个城市都有中山跟中正，太难了。啊，走的是对的啦，你走去杨梅太远了吧 ？Hello， 陈，谢谢柠檬送的年度选票。我之前很夸张，因为我之前跟朋友就是一起吃饭。那时候其实吃到蛮晚，因为11点多了嘛，因为吃很饱，然后我就说有点太饱了，我想要就是走一下，然后再回家，然后他们就搭捷运就走了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散散步，然后就看一下那个手机说哦，那我就先规划一个位置好，我就先走去台北车站好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是在信义区吃饭。应该是新一区，对，然后我就走，然后就想说，还是我试着，那时候是要就是，因为宿舍是黄线这样子，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到这样，然后我想说，那我就要走哪里比较方便呢？然后我想说，那好吧，那我就这样绕，然后我就走到新北市。那种走到新北市的感觉，我觉得我蛮厉害的。可是我走超久的，然后手机要没电，我就回家了，因为我会听音乐。但是我真的走很久，而且还有经过那个叫什么什么中，中正。国父，我忘记这什么地方，然后还从里面，就是它里面是没有管制的，然后我就这样子想说，那我就进去散步吧，然后说啊，这里就是之前拍摄的地方耶，然后哇，就是那种感觉在寻找了年轻时的回忆的感觉，应该中正纪念堂，我就这样慢慢走，什么什么东西腿是这样练出来的，什么鬼，慢慢走是不会长小腿肌的，是跳舞，然后我就这样。慢慢走，直接走得很走超久的，那时候已经走到差不多快两点多了，应该是2点多忘记了，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应该是一辈子都走不到了，我就搭计程车回家了。突然觉得这样好像很不划算，你知道吗？就是又累又亏钱。对吧？我明明就可以搭捷运，然后比较便宜，然后也比较早回家。算了。然后走，我真的觉得我很勇敢，想说一个女生，然后半夜就是差不多12点之后，还在马路上这样走来走去，什么大胆的想法，就吃太饱啊，真的是吃太饱就会做一些傻事，就想说要消化。妈妈都说就是散步可以消化，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散步一下，你知道发现我想太多了。好哦，回家注意安全。对，我半夜已经走，转告他了，抱歉，什么话当中我先去忙哦。没事，因为我在对我在叙说我走路的故事这样。好哦，最近辛苦啦，感觉你们都很忙，加油！对，假扮盈盈去散步，真的是这样呢，受不了。对，我应该要小心你，可是那时候没想那么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一直看着那个 Google Map， 然后这样走这样。要吃中消食，好，工作加油。觉得我蛮勇敢的，也蛮有毅力的。危险的是别人吗？不是我是吗？好吧。那个时候路上没有什么人，但是我都会走
比较大条的路，不会什么走什么小巷子，不是走有那种店家的，至少有便利商店，不会乱跑。周末两天加起来走30公里，也没说多少，就是30公里很多哎、欸。因为不是人家说平均1公里大概就是慢慢走的话，就是什么10分钟吗？大概是吧，大概这样子。然后你这样子的话，等于走了300分钟，5个小时，大概5个小时，很久哎、欸。对呀、啊，我都走会第三步，应该说开的第三步已经对。关了，对，应该会开第四部，嗯，最后看官方公布了。哦，10公里，哦，好像忘算错了呢，是3000。数学不好，哎，不能不要考我数学，我数学真的超烂的。我逻辑好，但我数学不一定好。马路旁看到有陈梅会分心，我那时候戴口罩，那时候算是疫情很辛苦之前的时间，但是还是会戴口罩在路上走。但你会买冰淇淋吃的时候，就是会放下来。但是我很喜欢，就是晚上的时候去便利商店，然后买一个冰淇淋，然后就是边吃边散步，我觉得超幸福的。这样，我爸妈都可以，就是他说我跟我爸妈说出去散步，我们都会去那个便利商店买冰淇淋或买饮料，就是买那种可以喝的茶啊或者是水之类的，然后就是散步这样逛一逛。他说陪我爸散步，还有冰淇淋吃。以前就很喜欢戴口罩，我觉得，因为说之前的话，是因为可能是有人过敏啊、感冒，或者是女生没有化妆的时候才会利用戴口罩这件事情。但现在的话，就是跟习惯成自然。人家说戴口罩的话，应该是日本是最早开始会想要，就是比较多人戴的。太阳哦。三次快闪，西门町、华山、新月宫走的，哦，那走蛮长的，因为就是这样直直的到。谢谢华约送的星座浪宝，最近印象口罩还因素的。就像是要是我的话，我很少，就算我很少会戴口罩，真的很少会戴口罩出门，因为我死也要化妆，就是去健身房说，至少要遮瑕吧，遮一下，遮瑕化了，应该要画个眉毛吧，其实眉毛是有，但是觉得还是要补个眉尾，补个眉尾说，就唇色没有颜色。擦个有颜色的护唇膏吧。好，出门。都这样，就是很简单，就是1、2、3，可以出门了。就是不会很全妆，但是就是好像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有点精神，你知道吗？就不像，就是不要像那种熬夜一个礼拜的那种爆肝的人。戴帽子的问他没洗头，很坏耶。但其实。我就算有洗头，我也会戴帽子，因为我的头发很蓬嘛，所以因为我有自然卷，所以我也希望把头发压下来。男生有洗脸再出门就很伟大吗？为什么？
早上，早上起床洗脸不是蛮正常的吗？我说这种清水洗脸，不是真的是用那种泡泡这样子认真洗那种，对，因为脸其实不需要一直这样子去清洁，这样会容易长痘痘。哦，我有自然卷，我真的有，对，我之前都有去烫，但我现在就是也要去烫，看我上面就是有一些碰碰的东西。我今天早上一直戴帽子，一个在家的人，然后一直戴帽子这样，戴鸭舌帽把它压下来，才好一点。然后抹发油，人家护发只要护下面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的部分，我护发是要这样子，这样超大一坨，来这样。然后这样抓抓抓抓，护到头皮刘海来来一下这样。我头发太干了，对，太干了。但是这种头发就是做造型的时候很好用，就是不需要夹很多羽须，就是就可以蓬蓬的了，因为它也不会它。对，我的苦恼你知道吗？超级苦恼，这是我的早上的痛苦。很痛苦，不是没办法，因为我的头发真的需要发，我真的是每天应该说，我洗头很麻烦，我要就是我用护发，应该说护发素，护发是不是那种不是普通的那种润丝，就是比较薄的那种，然后需要停留大概就是5到10分钟的那种等级，对，然后洗完头了之后先擦干。就擦半干这样，他说能擦多干就擦多干了，然后用先勾超多的发油，应该没有说超多，但对你来说可能也有点多，就是我的那个量有点多，对，就是发油，然后先抹好之后，等待一下下它吸收，我再去吹头发，吹完头发之后再抹一次发油，超烦，一直在弄发油，一直弄，所以。我发油用超快，我姐就觉得你的头发是什么东西，这么可吗？用那么快，很夸张，很夸张。跟你讲，我晚上抹两次，我早上还抹。我不是，因为我头发太多了。然后不是，我不是为了就是避免脱发，我脱发超多了，不怕掉，而且多到让我觉得我有点生气。但是因为它有自然卷，它当你又多又卷的时候，你就会它会变成困扰。我知道对有些人觉得哦你都不懂得珍惜，但是因为可能你变成我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烦恼了这样。对。而且更夸张的是，我早上起床嘛，然后会先抹一点点，就是不会抹到这么多，但是抹一点点让那个头发比较顺。之后如果要就是说整理头发，就是要工作的话，我会先抹一个护发的那个，就是隔热的那种护发的，对，然后再去怎么夹直啊，来绑啊，吹啊，弄完之后呢，我再喷那个什么亮发，就是。它就是会让头发看起来比较光泽的东西，然后我还会再带一瓶小小的发油出门，然后因为我们跳公演或者表演什么的，你会流汗，你头发就会毛，就会卷，所以我每次去后台的时候就这样倒那个发油了，狂抹，抹头皮的，把它压下来，很忙你知道吗？超忙的，我有好多罐这种护发的东西，没办法啊！谢谢西瓜送的枫叶。我短发其实也算差不多，重点是要烫头发，对，烫头发就会减少很多很多这种工程。谢谢博成人送的守护灵，谢谢 Hello 蓝月你好。对，所以我就是一个很头发很麻烦的，对。而且我之前在没有烫直的时候，不是有先剪了吗？对，我那时候先剪先染这样，结果
我那时候开始就是有点自然卷的时候，我也是狂摸发油，太难了。我觉得我很适合嘛，我就需要那种非常非常油的那种洗发精、护发乳这种，对。而且我姐用我的洗发精，她很快头发就油了。然后我的话是那种，我如果不出门的话，应该是可以，就是可能 maybe 两三天可以不洗头那种。就是我如果都不一直抹发油的话，应该就是可以这样撑过。就是我头发，我应该说我很不容易出油，我头发真是很干燥，就是不容易出油，就算出油感觉会被它自己吸收，你知道吗？照潮。如果这是硬讲的话，应该是这种感觉。人家一天没洗，等于是我大概三天吧，我觉得，可能是三天。我润发乳已经就是那种润丝已经不足够，我的头发已经没办法对用润丝，是要用那种护发素套起来，套起来，你就蛮有的，就轻易一直对我头发讲话。有活动的话都会公布在官方哦。所以我希望，但我觉得我这次买的那个护发膜，护发素那个护发膜很大罐，然后蛮好用的。不是工商，工商，不是那个别人找我工作的工商，也不是受伤的工商。因为我头发从以前就是这样的发质，我妈也是，对，我妈也是头发很多，然后很粗，然后蛮干的，嗯，我妈也是可以撑很多天不洗头的那种人，因为加上我妈都不出门，你知道吗？我都问她说，请问你几天没洗？她说。不知道哎、欸，我说你不知道，你要不要洗一下？你洗一下好不好？妈不洗吗？我想开玩笑，你不洗吗？我妈也是跟我发质很像，就是比较不出油那种。你看没有啦，那罐真的很大罐，好不好？很大罐，出卖了我妈。所以刚刚说的爱的烟火。可是我每次挖那个护发素，就是只、就是护发膜这样，人家都是什么哦，一个10块钱大小，我不拿巧克力金那个那种金币巧克力的大小，真的是不太够用，你知道吗？不够用，一定要这样哦，然后装满了我的手手这样，然后这样，哦，我是那种就是我不是桶装，就是一个罐子，你知道吗？罐子，然后这样这么大罐。忘记几毛，但那个真的是我目前用过最润的，对，它最油的嘛，最油的，对，我觉得很好用，很好用。谢谢傅生送的红玫瑰，金小黑真的蛮不好吃，但是那个寓意不错，不要这样。反正，哎，我的头发真的是蛮难养的，我觉得。但是好处就是它很多，就是我姐每次都说：“天哪，地板上好多头发。”对，当然是有她有我的这样，但她就说：“天哪，我头发好少。”我就说：“不会啊，蛮多的。”我就想说：“哎，等到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就恨不得再多掉几根。”每次在那个妆发嘛，对。然后有些头发不是就是会跑出来、翘出来，就是会长一些那种毛毛这样出来。我就说，老师那种东西你就不用压了，你直接把它拔掉吧。他说不要不要拔掉，头发很珍贵，你可以拔掉没关系，可以拔掉，你可以拔掉，很好笑，很好笑。
很白痴，在我这次在装发的时候，都秃头了，还要被家人嫌弃换成头发。没，他们只想找一个东西骂而已，找一个那个人这样，就是你，都是你的爱乱掉这样。哦，我跟我姐真的是很会掉头发，所以我每天早上起床都是基本上都会把地板清干净，然后一天清个大概三四次，不止不止啊！我现在有一个就是手持的那个小的吸尘器，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对，它其实也可以变大只，但是它有那个小的头，所以我就换小的。那洗头发好方便哦。我一天就是我，应该说我只要看到地板上有头发，我就会嘶这样，嘶，受不了，嗯，马上对着它，这样。我每天就很像那种士兵，只要看到头发就冲过去，嘶嘶，一个都不可以漏。不可以出现在我的地板上，而且我有那种围墙迫症的人，你知道吗？我就拿一个这样，那种随时的准备，这个准备好了。而且我姐觉得我很夸张，是因为如果假如真的要出门，然后因为她很会摸嘛，我已经好了，我就很无聊，我就在走来走去，谁来谁去。想提啊，底下谁来谁提的时阵，我就会拿着那个，我就看到头发的话，我就会拿那个吸尘器叫嘶，然后放着放着，然后就走走走走，又看头发嘶，然后想想，该不会那都是我的吧？还是我就坐着就不会掉了？该不会是这样吧？反正就是我只要看到有头发，我就会想要去把它清干净，因为我家地板是浅色的，所以会很清楚，我就会。看了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就像一张白纸上面突然被画了一撇，不行。那姐头，我姐房间一进去，丛林太夸张了吧？哦，我觉得吸尘器很好用，静电拖反而没有那么好用，我觉得，因为静电拖有点就是久了它就是要，应该说我姐买的那个静电拖吧，就是它就是。没办法，就是用那种，有一些是买那个布，或是那种抽，就是那种抽取式那种布，然后这样粘就可以用。但它不是，它就是一块布，那块布你就是得一直洗，然后一直清，一直洗，一直清，一直洗，一直清，一直洗，就是很浪费时间。对，五十收吗？什么？明天见证三代同堂，什么意思？明天要干嘛呢？我忘记什么事情了吗？我姐太环保，没有，她是因为粉红色很漂亮，她才买的。哦，蜘蛛人哦，哦，原来我不知道，我不会去看。我不是看那个，我不太会去看蜘蛛人。身上粘双面胶很贵，不要浪费钱。唉，我是一个头发狙击手。一根都不放过。面膜很贵啊！不要做这种。没有效率的事情，嗯，我很不喜欢没有效率的事情。对，而且我每次做事情，就是说我很多
东西要处理的话，我都希望排了一天，然后那天就会很集中精神的把所有东西都弄好，然后你隔天就可以放一整天的假，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对，我都这样。谢谢张雨生的《爱的小声》，谢谢北极熊送的《爱的烟火》。如果一次全部处理完，也会很有成就感，然后也会比较，因为隔天会比较有放假的感觉。假如你这次放假的时候，你还要是拖一个时间出来工作，你就会觉得那就是没有休息到。哇，谢谢秋送的香槟，谢谢，每次都开香槟送我。谢谢，谢谢司机送的红玫瑰，霸气外露，有吗？谢谢 Soft 送的星座浪包，谢谢温人送的爱的小熊，谢谢。我都因为我他说我很不喜欢一个事，就是一件事情。你还要绕一大圈，然后用很多不，就是你明就知道做这种事情，就是做这些也不会改变现在的处境，然后你做了还会失败，然后也看感觉就是没有用，就是没有用。你不如就是先问，然后找到最好的方法。不喜欢拖时间。谢谢不能送的文手礼，谢谢北原送的星座浪宝，因为我希望事情很快处理好。那还有像这次，像应该说像这次的 reset 公演，其实我最后就是说在ending， 就是我们要 say no 这谢幕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说点什么，但我最后还是吞回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太喜欢很煽情的东西，对，但可能有些人就喜欢那种氛围嘛，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以这种东西做结尾，所以我就是说啊，那我们牵起手吧 ，say no。但那时候其实很想讲说，因为我一直觉得蛮可惜的，没办法，应该说十二月的公演就是最后，就是今年度最后一次的公演，没办法是由我们全体的组员一起完成。然后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因为应该说意外来得太突然，所以我们在更动一些位置什么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是在彩排的时候我们才去做改动的，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担心我们没办法好好的表演好，但非常意外的是我们都上线了，所有的脑袋都上线了，全部都打开了，然后会很开心，就是可能因为熊妹其实动的位置也蛮大，所以她我很怕她压力很大，但她做到，我就觉得天，你很棒，我也为她开心，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彩排前一天是一种就是。Oh my god！ 我在干嘛？我要哭了，那种脸，你知道吗？然后所有人都是这样子趴在那个乌美的那个背板上。刚刚改了什么东西？你记得吗？我不记得了。那撞在一起之后就知道了吧？对，这样。我说我们现在联署签名改到礼拜日还来得及吗？这样超苦恼，你知道吗？超想哭，很想哭，因为其实我在姐姐说可能会有。发生状况的时候，我就先把所有的站位可能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先写给，就是先记录下来，打成文字档，然后传给工作人员说，如果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这几个位置比较重要。但可能他们还是觉得要现场去调整比较好去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对我们是前一天才弄的这样。我就哦天哪，我快疯了这样，哎、欸，真的超崩溃，我觉得为什么这么累，怎么这么累？但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这次很棒啊，很圆满，很棒，
只是只差在一点，可惜是我还是希望是大家一起，但反正之后一起的机会很多，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也不用难过，对。什么第一线人员给的回馈？那你？对啊，每个月都还有，只是就是觉得啊，然后年，你知道每次就是年末的时候都会比较那种比较容易真情流露嘛，就跟夜晚的时候一样的，所以就是会有点想说啊，很想讲点什么，算了，不要讲好了，我们现在很快乐，那就足够了。但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大家都很棒，大家都有跳舞都很棒。哦，拜拜，加油加油，辛苦了，人好，妹妹，谢谢蒙骑士送的枫叶，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姐姐有传公演的影片给我们看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大家好棒！我真的是有种，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会遇到一个险境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才会爆发的那个能量。大家都变得肾上腺素激发，大家都好像真的醒了的感觉。所以人生总是会真的需要挑战哎，挑战你才会振作，因为之前。我们应该说，因为每个月都有公演，所以正常应该任何人都会有点疲乏，他把它有点变成日常的工作，所以就会开始渐渐的，因为人都一定会有惰性嘛，对。然后我们练习，因为加上就是怎么讲，宣传期，所以很多时间都不能碰在一起。练习的时候可能就会少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这样，所以有时候觉得有练跟没有练没有差多少，你知道吗？所以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动作也渐渐的没有像之前那么整齐。对，我自己也有感觉，然后也觉得很难过，所以为什么呢？就那种感觉。但我知道大家都有练习，但。我觉得就是没有刚好没有在同一条的那个线上，有点交线交错，但这次有达到了，有碰到了，对，所以就觉得很开心，超级开心，而且这次真的是觉得很开心，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水晶的关系，应该是水晶吧，因为可以花钱要告诉他他很值得，花得很值得这样。一怠惰，不要怠惰，不能怠惰，我们要很正向。要告诉你，每一次挑战都是为了成就未来的自己，学到就是赚，贪点小便宜，贪点人生的小便宜。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水晶带来的效果，因为完全没有像上次这么不安的感觉。上次是真的好不安哦，真的很不安的、啊、那个感觉真的不行。但这次我真的觉得什么都很顺利，什么都很顺利。哦，除了就是没有吃便当啦，因为叔叔就是那个乔克叔叔有送我们那个红豆饼，然后我吃了红豆饼，然后很饱。没有吃到便当，就是这个没有赚到，其他都我觉得很棒。开心开心，谢谢金鱼周送的 Popcat， 谢谢。Hello， 一开一，觉得很幸运。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很感动，你知道？因为我昨天就是在看我们公演的影片，就是。接给我们的那个影片，我就在就是看一下我有没有跳错，但我知道我自己有哪错哪几个地方小错这样，
但是我那时候看一看，因为我姐就是在整理东西嘛，在家里走来走去这样，她也在谁来谁去，然后我就会露出微笑，然后我姐说你在笑什么？我说没有啊，我觉得我没有挑出很棒，但是我知道我那个微笑是我觉得很满意，就是我看人会很开心的那种。就是你们应该有过，就是会看着荧幕，就是也不知道傻笑，就是会有一种露出那种的那种感觉，你知道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动，对，就是满意的笑容。可是我又不想跟我姐讲，你知道吗？我怕她觉得我很奇怪，所以我就说没有，我觉得我没有挑手，我觉得我很棒。开心来，谢谢阿翔送的四叶草，举推筋手酸就不再举，不会啦，手酸就放下，不要这样，不要那边看公演，这样这么累，你不是在学校被罚呀？会吧，心满意足的笑容，我觉得就是这样，而且。真的是会很感动，因为前一天大家真的都超级崩溃在跟动这些东西上面，因为我们其实在跳的时候有各种冲撞，你知道吗？我以为来到音乐季，大家就砰砰砰这样，因为要穿的位置，就像我搬家，原本是在左边，然后突然跑到右边，然后我就要这样子，噔噔噔噔，从预备中心这样，预备中心冲去最左边，地球的另外一端，从右边的二号跑到左边的四号。走了六个号，所以我就觉得，啊，还好没有撞到，开心开心，藏不住的笑，姨母笑，问常露出姨母笑，好烦哦，我嘴角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出卖我的感情，你说让我一览无遗吗？很不没有隐私。下次公演如果有车企再见，好哦。你在第二排嘛，有看到？而且我发现大家是不是？我觉得我的粉丝都很集中在同一区，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会在那一区比较多，所以大家都买那边了、啊。那你们很会抢哎、欸，都可以抢到这边哎、欸，好厉害哦！谢谢安小克拉克送的星座浪宝。上次也一堆呀、啊，应该说每一次这边都很多，就是很明显很多我的粉丝，想说你们是不是都说好一定要买这个地方？地狱车行区为什么是地狱？因为你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在看你，对不对？因为太多人要看了。有时候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那边哎，那边也有哎、欸，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在前面看奇迹很帅，真的吗？耶、yeah ！我回家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很那种很花心的金发王子，就是那种外国那种王子，就感觉很风流倜傥。对啊，我说的我在侧席啊，就是要选，就是因为现在的位置不是要买的吗？不是用抽的，所以他们都可以买到那一区，我觉得很厉害。公演区你看到第几排？我觉得要看灯，要可以，就是灯有没有开得很亮。你说如果是 MC 的话，后面就完全就是看得蛮清楚。但在表演的时候，大概可以就是看到中间段吧。对，最主要中间段还是算可以看到。是每次都不同人买到，你以为你的机会很少吗？是什么？是吗？我，可是哎呦，好啦，不说了，明显不知道要努力变可爱哦，是因为要唱一秒一秒，所以要努力可爱一点。对，因为首歌很可爱，所以我一直上场的时候，我每次告诉自己，好，我要可爱一点，
因为是疫苗疫苗约好，可爱一点，是这样，疫苗疫苗，好，就跟之前跳那个 mini concert 要跳天使的尾巴的时候，就好，我要可爱一点，好，加油，可爱一点，好，出发，一直洗脑自己，可爱一点，可爱一点，可爱一点，超忙。I 牌的话，真的就是要开灯的时候才会看得比较清楚，除非你的应援物是很亮的，是那种可以发光的，不然其实如果是我们的应援扇那种的话，它是不会发光的嘛，所以就会看不太到。对，要开灯。但是我觉得在每一个位置都有它的好处，因为可能侧边的犯傻可能就会很多，但你看不到一种整体的表演感，因为你一直看到成员的，你看到侧面，还有屁股，算吧，就是整个背面这样子，或者是看到对面的那个侧席的那个粉丝这样，还可以打个招呼这样，哎，你在这啊，这样，但是正面的那些。前面的观众的话，你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队形，然后整个舞蹈表演。对，我觉得各有优缺。对对对。但如果是像你们，就是可能几乎是每个月都有来看的话，侧席对你们来说可能是比较好的。对，对，侧排合照也拍不到。对，那你做公演也是蛮开心的，只有蛮蛮。你是说山上的七七好亮，得意。可是你这次坐的是侧边，侧边可以回话，对。我跟你讲，你们侧边哦，真的不要聊天，真的听超清楚的，超级清楚，你知道吗？而且你们声音，因为怎么讲，因为你们声音算比较低音，低音频。我们的话呢，就是比较偏高，因为是女生嘛，所以这样子在众多高音的地方，一个低音突然脱颖而出，就是不好意思，那边你有麦克风吗？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超清楚，所以你们大家，你各位不要聊天啊。之前拍完之后就回前排了，可是抢票好难哦。谢谢阿当送的蓝星星。你有传送的行李箱。你们肚子快睡着，傻眼。你有传送的行李箱，谢谢。Hello。不太聊天。我就要看欸，像应该说在布幕后面等的话，可能就会听得到，站在里面一点应该就还好，除非讲超大声，可能有虫什么，或者说我们在尖叫的时候，可能你才听得到。分享直播，我们在布幕后面的时候，因为演出期间你们在的时候，我们在布幕后面会讲话的时间，通常都是怎么办？我哪里跳错？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废，为什么会跳出那个地方呢？我们通常都是在讲这种，有没有责怪自己，已经在崩溃了。没办法讲什么坏话什么之类，没有，我们在崩溃自己刚做错什么东西，或者在跟姐姐确认说，我等一下要讲什么东西吗？就姐姐他们要下来了吗？或者是前面的就是像，可能 MC 2，然后我们后面要接下首歌嘛，可是主打听他们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要接下一个 MC 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听他在讲什么啊这样，啊什么一起生最美，喔喔喔，确定吗？喔喔这样。
我们才会做这种事情，其他在幕后面不太会讲话。我们都在 murmur 说，等一下要哪里东西，什么动作，这样，然后这样 ，OK， 然后这样，超忙，躲个厕所，工作这样不行吧？忙翻，我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而且现在最好笑的是，我们有跳错的时候是有意识的跳错。像我有时候小小的地方跳错，而且我一直在思考，边跳 reset 边思考说，我的手是布还是石头？是布还是石头？是石头？不是布，我错了。然后那种感觉，我错了。然后这种感觉就会微崩溃，或者是脚并起来说，为什么我要并脚呢？个问号，为什么我要并脚？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很细微的错，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很好笑。是说刚刚有人问，二期 MC 主持怎么换了肉肉？哦，因为我想要就是好好的整理我独自住的衣服，这样很坏吗？因为我也想要美美的就上独自住啊，对不对？而且我每次觉得换好累，每次下班拍你都拍糊，上去就跟我，上去跟你都失控。你可能需要那个防守阵比较好的那种。临时换的没有啊，我其实很久之前就说要换，因为其实我有个想法是 ，MC 这种东西，你要讲我虽然没有到最好，但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最需要练习的。加上我其实去电台每次都可以练习，我是觉得这种我们自己的场，应该又是要给需要练习，或者是你觉得它可以开发的那种去练习。你要怎么样搞不利也是自己的粉丝，这倒也没差，你知道吗？没差，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换的，并不是说我并不是说就是我偷懒了这样，虽然我有点觉得累，换衣服好累，很急很累，但是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可以要给需要的人去做，因为给我练没有用啊。给我练没有用。但我没有指定谁哦，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快换这件事情真的很累，所以我就跟姐姐说，跟工作人员说，我想要修那个 MC 二，但是我没有要指定任何一个人，你决定。再见，拜拜，快跑。反正肉肉就答应了啦，就说那我来吧这样。肉肉蛮毒舌，但是我觉得肉肉他就是比较算是很容易被拉走话题，会被拉走那种说话的那种掌控权，比较容易被抢走，所以就慢慢练习啊，我觉得会加油的，对，一次会比一次更好。那个七七彩带牵着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哈哈 哈， 哈，你没有问人家，没有问人家，好坏、啊。浪浪，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对，要试着做做看的。而且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你会？而且讲话这种东西，虽然有人说多讲多错，但你错了，你就会学会了要怎么讲，那就是以后会越来越好。对啊，真的不能因为害怕不讲。就像我语言就是外语能力很烂，但我出国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还是得讲一两句啊，不然我永远都找不到我的那个住宿的地方。我就在大阪接受流浪，就。边走边哭，想回家。很久一段姻缘，没有，笑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对，肉肉就是比较在讲话方面，就是比较不会，应该说比较不敢跟人家抢那个。主控权，对，所以
祖祖就会比较因为祖祖算是比较多话，他如果没有接好的话，他可能就会被抢走那个抢话，所以他可以多多练习啊。我觉得他这次有进步蛮多的。我觉得当主控最难的地方，其实是你要了解所有人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哦，开会了吗？拜拜，魔骑士，开会加油！谢谢沙鲁送的红玫瑰。你要了解每个人的话题是什么，你然后去做延伸。再来的话，他如果讲错，你要怎么帮他？或是讲偏论，你要怎么把它带回来，然后去带，就是你能引诱到他真正想要的结尾，他才好接。对，所以每次像之前我在对 MC 2的时候，我都会定好主题的时候，强迫他们说：“快点传过来，我要看，快点传过来。”然后每个人的我就会，他们就复制下来嘛，一篇嘛，我就这样子，就是把这边一个段落这样两个空白，然后框起来说。这个地方我要帮你讲什么东西吗？那你因为这件事情，那我就抛了很多问题说，所以你有得到什么样的就是感想，或者是有获得什么东西，或者怎样？你又因为什么方法而成功的让这件事情解决什么的，超麻烦。他们一小段或三个问题，他们要回我。我说你可以再帮我补齐一下这故事吗？我觉得这个没有连贯性，这好像缺了一个前面的开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什么什么而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超麻烦，你知道吗？很讨人厌，超讨人厌。他们应该换了一个，就是主持应该比较开心，过得比较开心，你懂吗？他们过得比较开心，他们应该觉得我很烦。下次也可以给后面没签过的钱。真的没办法，大家那个彩带吼，真的是没办法朝着我想要的方向飞。我想丢直的，它就飞过去斜的那里了。作业指导差不多啦，对，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在打 MC， 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可以，就是怎么讲，让这个东西变得更丰富。用东西就是你有准备很多，你就不怕冷场。至少怎么样，你都有话可以讲。就是这种感觉啊，很烦的那种。怎么看？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这一个小关号，我就关好。你还记得以前是什么吗？就可以再讲具体一点吗？所以很重点是这个东西很难吗？为什么会感到觉得很困扰呢？那如果真的回去的话，你还会坚定的继续选择吗？很麻烦的。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能够延续话题的方式。我有很多问号。三克加油加油。这也没有很长的，反正我觉得跟我一起工作感觉压力蛮大的。是嘉轩送的告白气球，谢谢。一起牵一条就是要打横的这样。我不会被你们拉走，我会直接放手。你们一拉我就放。放长线钓大鱼，我钓了好像不止一只鱼，你们一起拉的话是超大一条哎。谢谢博神上的守护灵，谢谢。
Hello， 李真，放手缘分就断了，拜拜。很棒。谢谢国成送的年度选票，真的没办法了。如果你们真的是在那时候要拉着那条线，我们就没办法跳舞了。对，我真的会选择放手，去吧，这东西终究还是你的，我只是提早让他离开我而已，送你了。谢谢大家送的星座浪宝。谢谢你送的红玫瑰，谢谢李真。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这首歌叫《厌世小姐》。然后 Mina 之前有cover， 这是一首歌叫做《住在天狼星上的人》。对。然后这个的唱这首歌的女生是跟她是同一个，叫 Oh My Thing。哦 ，Oh My Meeting， 我念错了，记错了。她的声音很好听，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歌曲，叫《厌世小姐》。对，哎，他说我这么可爱，为什么我还需要上班？你听，我这么可爱，为什么我还需要上班？哦哟，好可爱的声音。自己弱得不像我每天只能穿得像草林大神。唉，我只想说，我只想要说。他住你家附近，你知道这个女生吗？哦，好好哦。这句话很可爱，我这么可爱，为什么要上班？很可爱耶。啊，新加坡人原来，因为我没有去查这个歌手他的来历，或者是他的什么，就是听他的歌，喜欢他的歌而已。你不用上班看完，你会努力变可爱。可是我劳碌命啊，所以。我应该还是会上班吧。我是不太喜欢没事做，所以我应该是不可能变可爱。对，我会一直上班。有。怎样的期望，也满足整个世界是个不可能的奢望。我们都不够勇敢，去生命的梦想。我曾经这个世界没有一百分的答案。等等要去上课，好。有啊，我爸养我，但我还是希望我去上班。爸爸。就算可能我真的离开 TV， 他还是会希望我去上班。爸爸，但我一定会上班啦。不上班感觉很无聊，人生很无聊。你是在家干嘛？你这样脑袋都不会转，你知道吗？谢谢吴麦送的年度选票。少奶奶，有这个选项可以选吗？不可能，就是颜色变比较黄了。陪幼儿园干嘛？不要，现在少子化，我还不如开什么宠物美容算了，他不定还比较赚。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上班比较有那种人生目标吧，你人生就是会觉得人应该就是要一直追逐着某一件事情，然后你才会有动力的去生活，应该说活下去的感觉嘛。
因为你要想，如果你每天浑浑噩噩，你就会觉得你在，你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跟你讲，浑浑噩噩的意思是你什么事都不做，真的只待在家、哦，然后每天滑手机什么这种东西，懂吗？你没有为了什么。你像你们喜欢 idol 好了，你因为 idol 的演唱会，然后你去那边，那个算是你的目标哦。你知道这算是你的目标，这算一个短程目标，看演唱会。那支持偶像是一个长程目标，啊，有些人是中，所以不太一样，每个人的目标长短不一样一样。那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你会为了这件事情而去做很多很多的小事情，为了成就那件事。所以这样不算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哦，对，那个算是有目标哦，好吗？那算是有目标。现在鲁夫上的梦幻星座，所以如果你没有目标的去生活的话，你只会在想说，哦，我在等什么？要回去排队了吗？那种感觉，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样有一个什么东西，你才会想要。为了生活打拼，有些人都是原本可能刚出入社会会有点迷茫，但如果你真的是可能刚好有恋人，然后你们结婚了，那你就等于是你为了他，为了这个家，你得努力。我说不管男的女的都一样哦，男女平等。然后再来有小孩，你要为了你的小孩努力，然后再来是你的父母，可能父母年老了，所以你要为了他们努力。所以其实人很多不同的阶段都会为了很多不同的身旁的。东西去影响着你的努力的方向会改变，或者是变多，变成压力。但压力其实也是成功的途径，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人生必须经历的事情，也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到死亡的事情。回头那个人在灯火阑珊时，那应该就是我的阿公。阿公，我来了，很闹。选离场，我没有选离场啊，很闹。反正我觉得真的不能说什么哦，不工作啊，然后每天这样子浑浑噩，我真的是不行呢。我自己不能接受，我是这样子，我会受不了。不是说减肥那个受不了，而是真的是没办法。接受自己变亮，而且脑袋不动，你的就会没有那么灵巧，你知道吗？没有那么灵巧。所以加油，为了人生努力。但我现在只能先为了自己努力。什么东西我没有要闹。我最近很无聊，在那边看手相。我真是个很无聊的人，一直要学这些迷信的东西，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些东西就是你相信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人生好像获得那种力量，因为你是吸引力法则嘛，对，就是你相信他就会来到你身边，他一定就会来到你身边那种感觉，很好玩呢。我最近无聊的时候就开 YouTube 来看看那个手相，我的 M 没有很明显。苦笑别太真心，我没有选里长，你们不要乱讲话，讨厌，讨厌。没有，就是人家说手纹啊，有什么什么事业成功的人，就是有一些的手纹，什么 M 的那个手纹，不是你们说那个 S 跟 M 哦。它好像就是代表，就是事业吗？就是会成功。我有 M 但是很不明显，但好像还是有。你个曝光曝成这样最好看吧。
但没有说就是我不知道是左手右手，没有分左手右手，因为每个讲的都不一样，很烦。看你的手有很多伤痕，什么意思？我左手的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的右手比较明显，我左右好像都有，但是我的左手没有这么的明显，就是它的 end 上端的那个比较细，你知道吗？但右手的有蛮明显的，你看它镜像吗？对，对，你们看我这样子，你知道这边是我的右边的耳朵，我自己看自己是镜像，我不知道你看我有没有镜像。因为我看不到你的画面。大概就是有，没有，没有，有，好，反正这边是我的右耳朵，啊，我的右手这样。他说我有 M 那个手纹有 M， 你看得到吗？光太重，有一个 M， 我觉得很酷，看不太到，那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的手有 M 哦。很开心。你看，很多人都有，那股神巴菲特也有，啊，裴勇俊也有 ，Oh my god！ 但我不知道左右手的意义有没有不一样。我看看手纹，不是。这只手纹很难的，如果讲错的话，你真的是相信到爆怎么办？不行啦，不行不行，你要的话去找专业，我不行，我不能相信。还有一个是手纹有鱼。你没想过什么鱼？生命线就很明显啊，就是在那个怎么讲，在大拇指旁边那个粗粗的线。哎，为什么这个很，这很针对性哦。为什么这个文章只说男生，不说女生？他说什么？男生如果手上有一这个鱼线，就是鱼线，听起来好像，就是这边有，就是有一条鱼的，就是大家画鱼不是长这样嘛？就这样，如果一条鱼的话，就是你以后的老婆什么一定会，美丽高贵有钱。你想说怎么可以只讲男生？女生呢？
得位置有分的也太难了吧。什么没有的？没有的话还是有老婆了，不要这样。什么鬼？肉肉手上有鱼吗？我不知道。我之后再帮他看看。小妞妞下面有一个什么字，什么什么什么叉叉，很像井字，哎，米字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什么？豪宅文呢 ？Oh my god！ 哪里？我也想要豪宅文，我只有豪宅，没有豪宅。有文章连结吗？哦，没有，我是看很多文章，就是我点进去每个都看一下，你知道吗？你只要查手文，然后。可能是什么有就是在空格有钱，或者是空格余文，或者是空格 M， 就会出现很多，就会出现很多很多这个。我是喜欢研究这种东西，所以大家就是习惯一下。哦，你已经不用买房子了，听起来很厉害呢，好好哦，好好哦。这个鱼的位置是什么？什么位置？它在中间，你中间表示什么线？智慧吗？还是事业？啊！散文算疫苗副作用程度，要跟老师是这样吗？那我觉得现在能够什么什么有买房子的人都算是很有能力，真的。现在听到有人说要买房子，我说你是疯啦，这种感觉你疯啦，都是这样。而且又是这种双北的房子都很贵。为什么我的鱼感觉很大条？大鱼大鱼一时期啊，太难了。午安，你回来了，投一台就没问题。什么鬼？谢修送的星座浪包，鱼大条比较好。他直接站了什么？他是什么中间跟偏下，中间偏下，贵人跟人缘，人人线。
警专哦，警察的那个收入很稳定啊，感觉就是可以算是比较可以买房。如果像是我这种工作，就是很冒险的工作，就是要想清楚，对。哦，没有，因为我刚刚无聊在看手纹，因为对手纹，人家说手的纹路就是有 M， 还有一什么鱼的话，就是代表就是事业，然后还有未来会什么过得很富足，也没有说是因为每个人对于有钱的定义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就说富足好了，就它就是很圆满这样，对，圆满。随便考公职，公职并不是说你想考就可以考，有些好一点的真的是需要准备的，好吗？我最近在思考未来跟社团怎么做取舍，什么意思？我在想下次，我跟你讲今天的电台的内容是口罩带给我们一年来整整一年的生活的心，就是一种就是的心情是什么？对。这集就是口罩，所以大家如果有投稿的话，哎，说不定就会被选中哦。所以可以收听今天晚上6点的台日哈什么哈，只要转调频到FM 96.9就可以收听了。对，晚上6点，如果没办法调频收听，可以下载 Hi Channel App， 或者是等之后Podcast 上，或者是官方的网站，就是轻松电台的官网更新，就可以去收听了。谢谢钟宇峰的告白气球。可是我不知道你的未来是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社团是什么，对，你的志向，因为我没办法以我的东西去说这件事，因为我不够了解你，所以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我的想法。不过说不够了解这件事情，我对事不对人。六人送的守护灵，这个社团活动会影响我科上的一些活动。那些活动是会影响到你未来考大学的，或是考任何学校的分数吗？或者是它带给你的利益是多大的？再来的是社团的活动，它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你可以学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觉得社团可以让你认识很多不同的人，那些人脉对你的未来说不定是有用的。我觉得这东西是要分析跟思考。未来有你，傻眼，是这样子的吗？要不能送的守护灵。谢谢桌上的文手礼。我大学也没有玩社团，对，我大学来打工。而且我们幼保已经很忙了，快死掉了。通勤很有感觉，每天都在通勤上班，真的。通勤的故事真的是讲不完，我告诉你。因为像我高中的时候，可以说是两者兼顾吗？就是讲高中，因为大学我对我没有社团，因为我的系上太忙了。那我也是读幼保科嘛，那我们的这个科系的
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手做东西很多，而且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再来的话是你要思考的是教案的一些东西，你要准备教具，之后呢还有一些美工的东西要练习，然后呢你可能还要需要考什么钢琴的证照，然后呢你可能还要排幼儿的戏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但我社团是旗队，然后是算是强制加入，所以那时候是选择两者兼顾，因为推也推不掉，所以如果是我有能力的话，我就会两个都做。那再来的话是，因为应该说，你缺席任何一个东西的话，可能会给那，就是你缺了这堂课或者缺了这个活动，会带给周遭的人麻烦，所以这是沟通很重要的事情。如果真的不能沟通的话，你就二择一的话，你真的就是要选好。对，哦，社团练习卡到，你的社团是什么练习啊？我看看，你有打练习吗 ？OK， 就热舞社，然后弄专题等东西，那些对加打可以加分。OK， 哦，所以热舞社对大学有加分吗？是吗？哦，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说要考，所以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考。对，我们的琴房练琴这样。Hello， 妮娜，谢谢你追踪。Hello， 杰克。我觉得专题本来就蛮重要的，因为专题如果你只要推甄的话，专题真的蛮重要的。热舞社的话是，假如你的推甄，你是希望你的推甄资料会比别人还要厚吗？是这样，是这意思吗？还是你想要、哦、如果有加分会有比赛什么的，可是分数没那么高，毕竟我没有接到干部哦。原来，我觉得我先是说，如果是我的想法不代表，就是我就希望你可以听听我的想法，然后不要就说哦，我就听你的，不要这样，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要对自己负责。那我就是说我的想法告诉你这样。那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想讲一件事情，你未来还是走汽修吗？对吧？你未来还是想走汽修科这东西吗？这个事情吗？你有想到你未来的大学有哪几间了吗？然后你想读的是什么样的系所？对，假如你未来想读的东西跟机械毫无相关的话，那我是觉得哈，我就你要先想好人生的方向，这个最重要，因为我必须得说。我们应该说，假如我是一间学校，我看你的推甄资料 ，OK， 打开我加分的东西是要用在于你对我们的系所有没有帮助。嗯，哦是所以你还是要读相关科系的话，那我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热舞社的加分，就是一些比赛加分，是不是真的能加到你考试都没办法超越那种分数？就是你知道，可能是真的得什么超厉害的市长奖的那种加分，你懂吗？因为通常考试这东西，就是你推甄什么的，还是得看你的分数，然后再跟你的备审资料，然后再做什么加总，然后再去面试，就是层层的关卡。所以你其实有你的备审资料、专题以及你的。其他的东西去做加分，说不定热舞社这个东西，如果你是要以未来着想，加分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重，
谢谢妮娜送的小鸡蹦蹦啊！不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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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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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抱歉，我只是讲一下我的想法，对，因为假如我是幼保的，就是假如是推甄幼保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很会做化学的一些东西这样子，他会觉得蛮特别的，或者是我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跟这个这个系所教导你东西不太一样，但如果你是你之前有是热舞社或者是干嘛干嘛的这种舞蹈很强，音乐很强，然后推什么就是推荐什么幼保啊，或者是音乐系所，或者是表意，都觉得这东西是他们有印象加分的，所以我不知道，随便讲讲，就是得奖，我也不知道得什么，我不能说拯救世界吧，大概可能是这样子。这假如我是那个面试的教授。但是我觉得面试真的是很看缘分，你知道吗？很看缘分，因为我姐之前不是说她是不是开始变黄了这世界？我姐她不是说过，我姐她之前有去一间很难的公司面试，然后她说她几乎就是被碾压这样，被碾压，然后她就觉得自己不会上，然后很难过很难过的，就觉得就是觉得很失落。但他昨天回来说，我可以说过一件事吗？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面试上了。我说哈，你上了？你不是说你不会上吗？你说那个你完全答不到题目的那个吗？他说对啊，我上了。然后我说哈，他说对，但是我是最低分上。我说哈，你怎么知道你最低分？他说因为他有录取门槛，然后我看我的分数是跟那个一样。我说那你很棒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的能力。分数值可能不够，但是你因为可能面试什么等等的，然后那个面试官觉得你不错，说不定你还是会有机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觉得长得好看不如长得不应该说，因为每个人对好看的定义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整体干干净净，然后他要求的穿着你就做到，然后那什么礼仪啊、谈话都得宜，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你把自己弄再好看、再浮夸都没有用。有些人还会觉得，你都把心思花在你那样全身打扮上，你哪有心思帮助我们公司达到更好的业绩呢？有些还会这样想，所以不定我真的是得看那个人跟你有没有缘分，缘分。在讲什么东西？什么我才是？我觉得跳舞其实是很快乐的事情。我觉得人生可以追逐很多东西，就是你可以追逐你的快乐，你可以追逐你的功课，你的追逐你的未来的工作。对，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是不好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喜欢，就是跟朋友，不知道哪个脑袋撞到，就说我们四个就是报一下那个园游会的那个表演吧，就是我们四个上去跳舞这样。哇，现在想想觉得天哪，疯了，疯了！我高中在干嘛？我到底在干嘛？那种感觉。我就是要看啦，我真的是要看他喜，就是面试官，你不可能说，除非你长得真的超级漂亮的，裹雪服啊，然后林志玲啊，那种标准美女啊，或者是很可爱，什么像温妮、泱泱那种，就是大家一看就觉得，天哪，甜系、可爱、亲民，然后那种女生，除非你是真的那种美到受不了的，不然。再好看就是，好看一点的女生，我觉得就是这样。放弃社团，我真的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说不定不要这样讲好不好？有些人大学读的东西跟你未来的出路，说不定也没有相关，也不一样，就像我，对不对？但你大学读的东西不一定是，可能真的是浪费时间。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天哪，我大学在浪费时间。可是我觉得没有，我学到很多东西啊，我未来一定还有用到。然后我有一个想法，其实我有，因为我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我希望在忙碌的途中还能追逐自己的快乐。所以我还是会去做一些像是，像高中一样，就是把时间填得很满之外，还想要去做什么表演啊什么之类的那种舞台表演，就是
是台上跳舞，所以我觉得社团玩社团很开心，它是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得到快乐的东西，你不能也我觉得也不能放弃。虽然知道你有很多事情要忙，但其实你规划的清楚一点，然后跟你的朋友可能分工合作，就是把所有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做完，说不定你还有很多剩余的时间可以让你找寻你的快乐，追逐你的兴趣跟梦想。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能就说我真的是完全放弃，真的就是会真的要下很大的决心跟那个毅力哦。哦，专题真的是选对朋友。我觉得做报告就是要选对朋友，我就是有选好，我就是有选好，但还是很累，因为我是手做的那一方面，我每天都在熬夜，但我做的很有成就感，我喜欢这种有成就感的东西。谢谢呱呱续费我的粉丝团会员，感恩。就要好了，没有，我觉得我因为我不是那种喜欢抱大腿的人，对，我不是那种喜欢抱大腿的人，所以我会希望这东西是我们去一起讨论、一起思考、绞尽脑汁出来的成果。对，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甄选之前还是甄选的时候，我忘记，反正我记得我是大四有专题比赛的时候已经是在甄选了，嗯，就那时候其实也算是做了很多事情，嗯，可是你才高中耶，你觉得学生的时候就是最没有压力的时候？对，你这样讲话很像是个老人，你知道吗？那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感觉。但是我真的是这样觉得，你在当学生的时候，你有很多烦恼，没错，你有功课、人际什么什么之类。但是你出了社会，才知道每个人真的就是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你要。更小心翼翼的做每一件事情，然后这些东西，甚至那些出错的东西，可能真的会影响你，因为你是学生，所以你还有被原谅的机会。但有时候很难讲，就是你出了社会之后，大家还会想要原谅你，想要包庇你。所以我有，这是我之前，在高中的那段时间，就是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想做什么就勇敢的去做。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打工，然后，对，幼保很忙，然后就甄选，就这样子。你真不理性，什么东西？购物请旅行，当时跳错，好好原谅你。哎、欸，不要这样，我没有大跳错吧？为什么要这样哭哭？玩社团很棒啊，对呀、啊，因为我没有玩社团，所以我大学没有玩社团，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说，哎、欸，假如我玩社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是我没有体验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新鲜，很酷。你看，这样子等同于你拥有一个我没有的一个经历，一个回忆。对，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不好，就是要取决于你怎么想。对吧？你像我现在玩社团，我要跟谁玩？嗯，我们现在玩社团就叫做什么什么性什么，像是什么读书会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哦，我们是因为喜欢手工所以在一起，我们喜欢跳舞所以在一起。但我不是在提那不算啊、哦，我们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我们玩乐团，那不太一样，那不是社团。
你出了社会，什么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们啦。对，我没有说就是一定要，真的绝对放弃某个东西。所以真的是要取决你，你觉得 OK 的话就去做。你觉得不行的话，那放弃也没差，因为年轻嘛，对不对？年轻就是有很多选择的机会。赞赞。他说也可以夜晚我要各自分享今天看书。没有没有，我们在分享要吃什么。怎么这么曝光，好丑。嗨，快消失在荧幕，这阳光，太阳在下山了。好了，我的直播好像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我来卸榜。第十名是陈，谢谢，谢谢陈。第九名是伯承，谢谢伯承。第八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七名是阿当，谢谢，谢谢阿当。第六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五名是周，谢谢周。第四名是雪带吧，谢谢雪带吧。好，第三名是张白啦，谢谢张白啦。张白啦的照片好可爱，那是小朋友吗？哦，小朋友。第二名是公大，谢谢公大。第一名是洛璃，谢谢洛璃。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那今天晚上六点会有，我的电台是在台日哈什么哈 FM 96.9，要六点的时候播哦，大家记得听。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对电台的内容或主题有什么提议的话，也可以，可能就是传到 IG 的小盒子，就是其实那边也可以算是我可以看到你们说话的地方，但是因为我没办法回，所以通常都是我应该都会看到了，对，应该，除非真的很多我看不完。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给我一点新鲜的提议。欸，你知道已经做了快一年多了，你知道快干了脑袋。那再来的话，我们的活动像，其实17号吧，之后17号会开卖我们3周年的演唱会的售票，那会在明年的1月22跟23，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参加。那再来的话，一月的 Reset 已经公布了时间，会在1月7号跟8号嘛？看一下，我记得好像是，我真的是最近有太多日期要记了。哦，不对，是8号跟9号，1月8号跟9号，8号跟9号，对，8号跟9号。那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参加。那再来的话，2月呢，12、13有我们的握手会。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只要购买我们第五张单曲里面都会附握手券的序号，有空的话可以上网填卷，然后会有，就是可以去见你喜欢的偶像，对。有很多个妹妹可以填。那再的话，这个月其实有蛮多的活动的，那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参加。就是这样。什么想去网络节目吗？啊，有机会都可以去啊，我没有在说什么哦，想不想可不可以哦，都是找我都说好，因为没有做过不知道到底会不会。
不要问说，雨晴，你想演戏吗？有就好好试试看啊。真的是，因为有时候你不去做，你就不知道，哎、欸，你天赋有没有点到那一格，你知道吗？一做半天，哦，好像可以耶。所以真的是不要排斥所有的新东西。好，就这样，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喽。喜欢我的话，就是我的 IG， 拜托拜托。三不完，有点远，我快要去捷运前面，今天不好意思。听听听，刘雨晴参考一下，不好意思，听听刘雨晴参考一下，参考一下。业绩还没达标，不能回家。好了，就这样子喽。我们礼拜四中午12点的直播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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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